胸中意歃血兄弟情，中原狂风起，逐鹿先到矣，雄鹰坠千里，中原为黎明，不为垂帘苦，但求功夫精。保家乡推羌敌，平战乱，枪挑万曲，情热血，浇灌百年社稷，赢得猛虎啸天地，卷起胸中衣，杀绝凶风起，逐鹿先到矣，雄鹰坠千里，中原为黎明，不为垂帘苦，但求功夫精，卷起胸中衣，杀绝兄弟情，中原狂风起，逐鹿先阉党通倭的密信和皇上的密诏，你以为现在只有我们在找你吗？东厂还有锦衣卫的人全部都在抓你，你觉得你还活得下去吗？杨公子，后摸错了一次，酿成残祸，直接懊丧痛悔。那你告诉我，是谁在逼你？求公子救救我娘。千岁爷，这儿黑，您老人家小心点。东厂这帮小兔崽子把这儿搞得阴森森的，大半夜进来呀，心寒哦。这儿阿杂，您老人家何必非要亲自来一趟啊？那女人嘴硬，跟她女儿横波是一路货色，咱家跟她相识多年了，兴许能从她嘴里套出点什么来呀。李公公，不，我应该尊您一声九千岁。永福宫大火，想不到你居然还逃了出来啊！哎呀，当年的那场大火没有烧死老身，就让九千岁您牵肠挂肚了十几年。
你说老身这贱命还挺硬的。半年前咱家就抓到你了，可咱家只是把你关在这儿，没让任何人动你一根汗毛。你知道为什么吗？九千岁，这么多年了，你都能找到老身的藏匿之处，想必是我京城的女儿走漏了消息。我猜呀，我的女儿是被你所迫，为了保全老身的性命，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你不就是为了保全自己吗？让我的女儿为你卖命罢了。果然是永福宫最聪明的宫人，当今小皇帝如此聪明伶俐，皆因喝了你的奶水长大。咱家所想的都让你猜中了。还有九千岁，您不辞辛劳的前来招谕，想必老身的命啊不久矣。你的命久不久就看你了。你的女儿人大心大，不听话，把咱家两件很重要的东西拿走了，逃跑了，还留了字条说要用这两件东西交换你的命。如此反叛的奴才，咱家不敢用。我想你要引我女儿现身，就必须公开地处死老身。引蛇出洞，咱家就是要用这个法子。既然你也认为可行，那就照办吧。晚上，千岁爷吩咐，传令下去。两天之后，5时3刻，在菜市口。行行，今晚之前就把告示贴出去，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啊，是。李锦忠，你不得好死。10年前。
大哥，我六位师兄什么时候能到啊？他们已经上路了。我已经跟大师兄商量过了，想救横波的娘，人手少了可不行。到时候我们岩帮弟子会一块上。揭发场的事非同小可，要稍有不慎，就会连累岩帮弟子。别这么客气，咱们什么交情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到时候我师兄会先派几个人去打探消息。大哥，行动之前，我想回去看一下我爹。也好，不过现在城里烟党众多，你要小心。我知道。哎，我也去。不用了。你不要总是这样比比划划的好不好？他到底回来了没有？啊？呀，你点个头，你摇个头都行啊！你们家少爷回来过了吗？少爷回来过吗？啊？哎呀，李小姐，您怎么又来了？杨太医，你这今日宫里的差事还完得真早啊！宫里的大事自有那些当红的太医办理，我是个打杂的，做完了手头的功夫，自然就可以回家了。李小姐，我求求你，若无事就赶快回去吧，我们杨家庙小啊，容不下您这尊大菩萨呀。您要是在我这儿出了什么事，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行，我走，不过我还会再来的。你说什么？谢府里的那个侍女横波，她母亲居然是当年永福宫里的奶娘莫愁。爹，你认识莫愁？哎，当今皇上便是从小吃她的奶长大的。哎呀，十年前齐贵妃突然身亡。
你不累吗？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啊？如果我不知道是你的话，我早就拔剑了。你好大的胆子呀！我爹已经知道你跟着惠王那几个逆党逃出京城，他很生气。可是你呢，却还敢回来？难道你就不怕我爹的人把你抓住，一刀砍了？就你爹那些东厂的爪牙，那么笨，怎么抓到我呀？是吗？可是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的踪迹，只要我提高嗓门一喊，东厂的耳目很快就会飞马到来。你觉得你还逃得掉吗？你嘴上这么凶，其实没有那么坏。我已经知道，上次从山上分开之后，你没有向你爹告发我们，也没有向东厂那些人透露任何大酒缸的事情。不过害得邹掌柜自己把大酒缸给封了。那这么说来，你倒是想让我向我爹告发你们了。我只是想说，其实你没有像你那个太监爹那么的坏，心存善意。你是在夸我？我想问问李小姐，我爹说你经常来我家打探我的消息，那是为什么？我只是好奇，你有没有被我爹的人抓住吗？如果我被你爹抓住的话，那应该闹得天底下人都知道了吧？那你还想要继续跟着我吗？如果再跟着我的话，我的藏身之处可要被你知道了。好啊，我不跟了嘛。可是你这样躲到什么时候呢？我听说世子已经掉下悬崖摔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到我爹面前求情的。这个嘛，再说吧，告辞。杨树，我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啊？明日邹掌柜的大酒缸重新开业，在那边见如何呀？好啊，那明日你我不见不散啊。开心呢，奇怪。那呆瓜，那个李小姐怕是看上你了，所以跟你约定才会那样欢喜。你怎么会在这里啊？那么晚你都没回去，我怕你在路上又出了什么岔子，所以才跟来看看。谁知道走到这里就看到一出好戏，真是月上柳梢头，人缘黄昏后啊。喂，你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她是什么人啊？九千岁的女儿，我们的敌人。九千岁现在恨不得要杀掉我们，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啊？你是真糊涂呢，还是心里揣着明白给我装糊涂？这个李一月对你黏黏糊糊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哼，黏糊。杨兄弟。哦，赵先生。哎呀，我知道今天杨兄弟肯定是睡不着了。听说这李锦中的养女爱上了咱们的杨兄，哎，正所谓是天作。这事千万不能跟我开玩笑啊！哎呀，我跟你说，杨兄弟，你又为何难为情呢？自古以来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不不不，你说咱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神女有心，襄王无意。不过要是为了世子的复仇大业，必须要和李姑娘虚与委蛇一番。什么？为什么？哎呀，就是让你和李姑娘周旋一下。周旋？跟她周旋什么呀？你忘了，皇上交代咱们第二。
好兄弟啊，这难怪董姑娘说你傻呢，是不是？明天我就会跟你一起去啊，你就放心吧。我呢，会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的他是芳心懵懂，让李姑娘死心塌地的帮咱们把这事儿给办了。是跟着世子做事的张先生，啊，原来也是惠王印的。你们这伙人现如今如丧家之犬，我还当你们个个都远离京城，亡命天涯了呢，没想到都回来了。杨树，你坐呀。哦，张先生，坐吧。哎，李姑娘此言差了。如果我们不回来，那你怎么可能见到我们杨兄弟呢？你说的也对，可是你们倒是都不怕死啊，跟我爹作对的那只能是死路一条。可惜呀，众位好汉，你们还是尽情的吃喝玩乐，趁早尽欢，免得死的时候心有遗憾。哎，我们也不想死啊。莫非李小姐有什么好法子？那还不简单，首藩朱神君不是已经死了吗？你们呢，只是一些小喽啰，只要你们愿意向我爹认错，并发誓效忠于他老人家，我相信你们不仅可以保命，凭你们的才干，今后在朝堂上自然是前程无量。李小姐所言极是，句句在理啊。我们虽是戴罪之身，可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完全靠着李小姐去向九千岁那儿讨个赦免，对我等来说颜面无光，更难以启齿，最好能给我们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啊。戴罪立功？对啊，你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吧。我听说九千岁如今正在命令东厂人等十万火急地寻找一个叫横波的女子。不错，那女子本是谢天顺府中的婢女，我也不知道我爹为什么要抓她。怎么，那个人和你们在一起？啊，不不不不，她现在就躲在皇上的后宫之内。对，她就躲在后宫之内。难怪我爹的人四处都没找到他。我这就告诉我爹，让他带人搜宫去。哎，小姐且慢，你看这个进宫捉横波的机会要是能留给我们，这样我们也好将功赎罪呀。你们去捉？李小姐，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不能亲手捉到横波，万一走漏了风声，让他给跑了，要是九千岁知道了这件事情，定会怪罪于我们，到时候还不把我们捉了去，全都给杀了。所以在下以为，要想讨得九千岁的欢心，就得将他想要的人双手奉上。你们立功心切，这点我也明白，可是横波身处后宫之中，你们怎么去捉他？在下有个法子可以捉到横波，不过得需要一件东西。什么东西啊？
如今的横波就藏在皇上的寝宫内，但那可是连皇亲贵胄、朝中重臣都不敢踏入的后宫禁地呀。除非……除非什么？除非能够借到九千岁手中的玉玺，那玉玺可是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如果我们手里拿着它，去了后宫，便可以畅通无阻，想搜哪儿便搜哪儿。是啊，李小姐，宫中的规矩，你比我们清楚多了。嗯，有理。可是，我爹向来把玉玺看得很重，他是不会把玉玺借出来的。那就请李小姐帮个小忙，把那玉玺偷偷的拿出来借我等一用。待我们捉到洪波，便立刻来到府中复命。到那个时候，小姐再把玉玺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还回去，这一来救了我等性命，二来又成全了小姐忠孝节义的美名，这不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吗？哎，里面请，里面请。客官，您请。里面请，里面请。请请请。可是，你们不会拿了玉玺，做对我爹不利的事吧？哎，看来小姐还是对我等将功赎罪的诚心有所怀疑。要不，我看这样，就把杨兄弟压在您的府中，待上一日一夜，你看可好啊？喂，那我做抵押，这用他当人质，就把他放在你府中，待上一晚，换一晚上玉玺，万一有任何差错，小姐便可以将他一刀杀死，你看如何？好，这个人质好，我答应了。我这个千金大小姐降低身价反过来伺候你，你心里是不是特得意啊？嗯，得意啊。哎，你得意你也不能得意忘形啊。忘什么形啊？那你倒是说点什么呀？你想听什么？说说你们这次逃出京城一路上好玩吗？那龙山淮安寺好玩吗？哎，那些淮安武僧当真都是天天练武吗？嗯，你倒是说话呀。嗯，你们家厨子做饭这么难吃啊？哎，这是给人吃的还是给猪吃的？那你们平常就吃这些东西吗？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大小姐都是锦衣玉食呢。吃吃吃，你怎么就知道吃啊？这人生在世有趣的事情多了。嗯，反正呢，这衣食住行我全部都不在意。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跑出京城这个地方，到江湖中去，到山水中去闯荡，那该有多好呀！哎，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笑啊？你们这儿的大小姐啊，只会娇生惯养，每天只会做什么闯荡江湖的梦。哼，闯荡江湖哪有那么简单啊？让你们风餐露宿、卧雪眠霜，让你尝这两天的苦头啊，你就赶快回家了。我才不会呢！哎。杨叔，嗯，如果这次你们立了功，我爹宽恕了你们，你愿不愿意带我出去走走啊？这个嘛，你不愿意？嗯，也不是呀，反正这些事情等我们办完以后，我们就会回九岩山，反正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嘛。嗯，嗯，干嘛？拉钩啊！拉什么钩啊？拉钩的意思就是你答应我的事情不许反悔，不许骗我。其实这个李音乐除了脾气有点刁蛮以外，人还是挺好的，就算他爹是李锦忠，可是他也不坏啊。我却在做戏骗他，也不知道，要是他知道了真相，会不会恨我？哎，你别一直看着我吃饭，我吃饭有什么好看的？你可别忘了正事啊！什么正事啊？哎哎！啊，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我这就去偷我爹的玉玺啊。明天午时三刻就会在菜市口处死那个秦莫愁，到时候他的女儿肯定会在刑场附近出现的。记着，咱家要活的，还有别让那个老的说出什么不体面的话，用木球堵住他的嘴。是。朱佑基父子虽然死了，可是惠王的余孽肯定在暗地里活动。你们要打起精神，刑场里面有什么骚动的话，格杀勿论。是。这两天小姐少爷好安生吗？回千岁爷的话，少爷考武状元不成，最近迷上了钻研武功，总在府里和那些拳师切磋拳脚。小姐最近一段时日总是往外面跑啊。总是往外跑，他是不是认识了什么来历不明的朋友啊？奴才也曾派人跟过小姐，可是跟了没两天就被小姐发现了，结果被小姐打了一顿，以后奴才就再也不敢派人去跟小姐了。哎，他要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吧。啊，这孩子倔，就顺着他吧。哎，咱家筹谋的大事办得怎么样了？所有的死士都到齐了吗？爷，那批死士我也分批安排入京，都在客栈里住下了。对他们大方点儿，想吃什么安排什么，要女人的让他们尽兴，他们是替咱家做事的，不能亏待了他们。是。下去吧。是是。爷，小的告退了。我李锦忠这件东西半生坎坷，费了我多少心血，原来这就是玉玺。爹把这东西看得这般重要，我该不该把这东西偷偷拿出去交给杨叔？哎，你刚才给的那些饭真是不够吃啊，我才找出这些点心吃，可是这些点心比刚才那些饭更难吃。哎，不如哪天我带你去稻花村，那边的点心比这好吃百倍呢。哼。哎，对了，玉玺拿来了吗？杨叔，你要保证用那玉玺入宫，捉住横波，立了功，一定要将它还给我。那是自然，张先生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只接一天，明天晚上就还给你。我爹他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若不是皇上年纪还小，这玉玺也轮不到他来拿。玉玺乃是一国之本，若是丢了或者弄坏了，可就把我爹害惨了。我知道以前你对我爹印象不好，万一你想害他怎么办？这个我承认，以前我不太喜欢你爹，可是现在除了皇上就说你爹势力最大，那我杨树跟你爹又没有仇，就算我有十个脑袋也不敢跟你爹作对啊。不行，我这心里还是犯嘀咕。要不你对天起个誓，你发誓不会用这玉玺害我爹，不然天上的雷就那好吧，那就天打雷劈。不行，光这样还不行。
得保证。保证什么？保证跟我和我爹一条心。保证保证，你爹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敢不跟他一条心呢？那你愿意娶我吗？啊，你说什么？若是你娶了我，那你就是我爹的女婿，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把玉玺拿给你也没什么问题了。我呢也不用你在这当人质，你就带着玉玺走吧，等你事情办完了再把它拿回来就好。到时候万一我爹发现了，我也好有个交代啊。你说的不是真的吧？你在跟我开玩笑呢吧？你看哪个姑娘家会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啊？你原来喜欢我？这是大大的意外啊！杨树，你要答应我，等你将功赎罪后，一定要向我爹求亲，行吗？这个等你拿到玉玺以后，这个事情我们再慢慢谈，不着急的。空说无凭啊，你得给我件信物。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你把它拿走吧。好啊，你等着，我这就去拿玉玺。回来呀。好。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你把它拿走吧。密诏拿到了吗？皇上是个聪明人，我还没有张嘴说话，他便明白我的意思。有了玉玺和密诏，咱们便可去漠北调动大军。二弟，你马上联络那些效忠皇上的人，做好准备，随时行动。想